350基础课堂，恰恰五方形步。一分钟轻松学会恰恰五方形步，重心左脚，右脚脚尖点地。第一步，我们做后退加前进，五六七八，后退，右脚经过主力脚后退，前进，重心由后推到前。第二步，我们做打开并脚打开，五六七八，打开，右脚向旁打开，并脚，左脚并脚，打开，右脚继续向旁打开。第三步，我们做前进加后退，五六七八，前进，左脚前进，同时后腿膝盖顶住前腿膝盖窝。第二步，后退，右腿快速蹬直后退。最后我们做反面的打开并脚打开，五六七八，打开，左脚经过主力脚向旁打开，并脚，右脚并左脚，打开，左脚继续打开。接下来我们连贯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后退，前进，打开并脚打开，前进，顶住膝盖，后退，打开并脚打开。 OK， 最后我们用恰恰舞的节奏来一次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 two three， cha cha one， two three， cha cha one。 OK， 就这么简单，学会了吗？